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三段法身。在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呢，经常提到观想有这个三段法身，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想。另外很多的观想都是很重要的，像这个很有名的这个阿字观阿字观还有业轮观呢，另外呢入我我入观，还有这个五相成身观，这几个观想啊都是在密教里面呢都必须要这个一都能够了解，而且要经常做反复的观想练习。观想啊有的时候啊是比较粗想，粗想就是说不一定很清楚，比较粗略的。最重要的这个观想啊，你要练习到变成最细想，很微细很微妙的这一种观想，也就是把你的意念呢训练到最细最细的一种这个想念，这个才能够发出一种力量出来。当然我们在做观想的时候啊也必须要专一啊，要精神要专一的。那密教的观想啊能够产生这个法力啊这个念力出来，三段法身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先观空。最重要啊开始的每一个观想一定是观想虚空。那么虚空是什么都没有的，也就是先把你的所有的念头通通都停止了，这就等于虚空。它有一个观空咒，就是 Om Sobhava Sutta Sava Dharma Sobhava Suttu Hum 啊，这个是一个观空的咒语。那么要做这个观想以前呢，有的时候啊你要解手印啊，解手印就是说你要观想哪一尊啊，你自己的本尊是什么，好像你的本尊是阿弥陀佛，你就解弥陀的定印，是观世音菩萨你就解观世音菩萨的手印，是准提佛母你就解准提佛母的手印。那么念了观空咒以后啊，你就是观想这个虚空一片，就把你的这个一些杂念呢都没有，都消失掉。那么你手上结印，那么再用意念观想，观想虚空，第一个是观想虚空，由虚空变成一个业轮业轮本身来讲又是一个，这就是第一段的变化，本来是没有什么的，虚空一片，然后产生一个业轮出来，一个业量业轮就等于是一个业量一样了。密教里面用业量做观想，因为业量比较清晰比较清凉，又代表着这个空性虚空是一片，那么产生这个空性出来，这是第一段的观想。那么再由这个业轮里面产生咒日咒日所谓咒就是咒语的这个梵字在业轮的中心产生出来，那么这个咒日就跟你的本尊有关的，就是本尊的种子日本尊的这个种子日就产生在业轮的中心。
啊，像那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日啊，我们念成这个 set 啊，就是这样子。那么从咒轮的中心产生出来，这只是第二段的观想。为什么要这样子观想呢？因为咒日啊，种子日啊，就代表那个佛的出生，那一个佛的出生从虚空里面呢、啊、产生空性，由空性里面呢、啊、产生佛的种子在里面，然后再由种子啊再生出本尊，再由种子前面呢、啊、从种子里化生了本尊，在叶轮的中心就化生了本尊，从叶轮中心里面产生本尊出来。啊，我们真佛密法里面呢、啊、本尊一产生出来，好像一个阿弥陀佛，你就观想阿弥陀佛的头，那么身子啊，他结的手印，包括他这个他的啊莲花座，一切都是从种子里面出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段了、啊、第三段的观想出来了。在密宗道彻底广论里面谈到啊，这样子的观想就是三段法身。三段法身。所以大家这个有一个概念了、啊、你要怎么做观想，先观空，再观叶轮。叶轮里面有种子日，咒日的种子日，有种子日里面再产生本尊。啊，在我们真法里真佛这个密法里面呢、啊、都是这样子教大家的。说这个时候啊，你要观想三光加倍。三光加倍啊，就是从阿弥陀佛的这个啊天心的地方放白光照行者的啊天心。由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喉轮放红色的光照行者的这个喉轮，由这个阿弥陀佛的心际啊心轮的地方啊放这个蓝色的光啊，这个照这个行者的心际。我们也讲过啊，这个红这个白色红色蓝色代表这个消除佛菩萨放光来加倍你啊，令你啊这个我们呢、啊，修行人的这个贪嗔痴啊，能够这个三毒啊，因为放三道光照你啊，你把这个贪嗔痴就给它消除掉啊。这个在真佛密法里面呢、啊，我们都有谈到啊，真佛密法有一整套的修行仪轨，这个。我曾经讲解过，也就是密法修行啊，它最细的一种口诀，很细密的一种口诀啊，曾经也印成一本书，那么也一样是有这个录影带的，有录影带的。在这里啊，三段法身啊，就非常清楚了啊，大家可以要知道详细，可以看书，也可以看这个录影带。啊，今天就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